前卫角陆回路。臭小娘，老子帮你解决了麻烦，你可得多做两个好吃的感谢我。你必须跟穗禾尽快成亲。我听明白。鸟族是名门望族，只有穗禾的势力和地位才配得上你的身份。做我的王后，我们都被他们给骗了。此人是谁？你爷爷我是天界神君腾蛇大人，是时候好好和你打赏一下。在你死之前，我教你一点规矩。阴魔答应跟旭再成亲，那就会宽恕他无罪，本座也不会做得太过分。你敢？老子把你们烧成肉串！闭嘴！臭小娘，老子要死了！你这笔账我暂且记下，日后再跟你算。穗禾想借神功之势夺回鸟族，一吐六七。有下了，好啊，可以。除掉他，永绝后患。旭风，看你还怎么和我争？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。可是你要是伤害翠禾的话，你的性命不要，我也会让你后悔。那我便将当年人家的那笔旧账一同跟你算。我只是在提醒你，去放翠禾以结为姻亲。我们都是血皮之人，前卫角陆回路。今日就让你永远闭嘴。臭小娘，你要好好打，你要打输了我要笑话你的。都起来吧。我好饿，亲手做了一些鲜花饼，饿了充充饥也好。我是一天都饿不得的。老子就是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腾蛇大人。多吃点。梦中我痴痴牵挂。